会失去很多东西，我怕你后悔。小屁孩牙都没长齐，你瞎操什么心呢？对对对，我不是操心，我说的是命运，命运呐，张弛。<笑>你还年轻，我跟你说的话，你可能没那么明白。这样，有机会把林振东收入门下。合着聊来聊去。 就是想拜我为师，是不是？管，他能给车队创造很多收益。嗯，我考虑考虑。跟谁装呢？滚滚！<笑>你小子，神奇！算命吗？我说，我先算。我没有到。小林总，你是不是给我吃个算命啊？ 我听说你算命特别准，你赶紧给我算算，我甜甜的恋爱在哪儿呢？志哥，怎么能说不爱就不爱了呢？我再也不跟巨蟹座谈恋爱了。远离一个姓陈的巨蟹座的渣男。 后边全都是甜甜的脸，神了！我正好今天碰上你，拉黑他呀，删除，拉黑，删除，拉黑呀！赶紧拉黑呀！让我拉黑他！我拉黑他！哎，小林总，小林总，那个我未来缺不缺好男人？穷是穷点儿，但别说你这狗屎运呢。 真找了一个能陪你吃苦的巨漂亮的大美女，真的，真的，<笑>你这点出息，孙宇翔，你穷就没事啊？哎，神了，真神了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来算，我算完跟你们说啊，别着急，你给我算算。 就算是饿死，你别给别人看你的仓库，腿会断。没了，没了。哼！哎，胡说八道的啊！一个胡说八道，千万别相信。说什么？他说我有什么仓库，什么玩意儿，腿怕断。<笑>神了，神了。 听说你会算命啊？你给我算算，你算我哪儿有财？你不信吗？我信，你给我算算。哎呀，老爷啊，咱俩刚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，远离狗。
别走了，别过的时候别车撞了。自己别养狗，别遛狗，别人叫你帮忙遛，你也别去。还有大车，大车也离远点儿，看到什么大卡车呀什么的，绕着道走，行吗？我想问，我哪有财呀？你只要做到我跟你说的。 哪哪都是财，行，离我远点。蔡总，帮我送送我的桃花运。嗯，这个桃花什么时候来？啊？怎么了？桃花运什么时候来？ 飞驰俱乐部已经人去楼空了，车队还在，大家都好好的。要是能永远都停留在这一刻该多好啊！也许我可以把这一刻永远停留，或者让它更美好。 冲了终点，他赢了，他竟然赢了！我要彻底的让自己5年后不要有意外。加油啊！ 咱们这个小树苗5年之后能长得高高的、粗粗的不？保证郁郁葱葱。嘿！<笑>生活多奇妙，啦啦啦，没有车位，没有车位，没有车位，哎，这儿有一个，啦啦啦。
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开车的？你长没长眼啊？大哥，中间这么大空，不让人停啊！我拖车呢，你让我拖成神了？来，你自己看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这我真没看着，实在对不住兄弟，我那什么，一会儿我给你挪一下。你到达非法拖车位置。 是你在拖车是吧？啊啊，这个，请出示一下驾驶证和行驶本。哦，行。来，陈浩。哎，是我。他怎么了？啊，不是他那个我，哎呀，他这跟我没关系啊，这个。不是，我。你好。 你好，先生。你好。病人心率稳定了，观察观察吧。好，没问题。 没事吧？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我帮你叫救护车。不用，这是哪儿啊？是哪儿不舒服吗？需要给你叫救护车吗？ 我记得刚刚，我应该是和红阔路过一个赛车场，前面好像停着一辆车，但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请出示一下驾驶证和行驶本。我换了衣服，应该是过了好几天了。林振东。 姐，喝水。
凉不凉？我给你加点热水吧。这些都是？都是，380多万，这还干了一大堆离谱的事儿呢。你没拦着呀？拦了，当然拦了。我拦不住啊！而且他那天回来都不认识我了，我觉得你得好好跟小东聊一聊，他最近不太正常。我不太正常吗？嗯，妈，回来了。 谁呀？我文一，关门关门。说吧，这次跟你妈吵架了，还是跟你爸吵架了？我要是再不离开那个家，不是我疯，就是他俩疯。还是为了你去飞驰车队的事儿？我就不明白了，车队怎么就不是正经工作了？我们车队刚拿一个冠军。 干嘛不接电话呀？哎，你别接！哎哎，不行不行，阿姨该担心了。喂，阿姨，我是西婷。要不这样，阿姨，唯一先住在我这儿，我好好的劝劝她。OK， 好，您放心，拜拜。牛啊，还得是你。 这小林总的靠谱吗？啊，之前老肖跟老叶关系那么好，那魔鬼十九弯才有空的时候跟我们练练，现在要给我们修训练场。小花姐，嗯，你呀，就是穷怕了。你看看人家万事有多少赞助，咱还把他给赢了，你得自信起来。 你得支棱起来，你是飞驰车队的经纪人啊！哎，这就对了。走，老叶，嗯，你说咱们车队现在有钱了啊，咱后台也有老板了是吧？嗯，那咱们以后是不是可以？ 不用老接这种保养的活，那也得站好最后一班岗啊！哎，到告诉你啊，这是最后一辆。行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有请小何姐闪亮登场。哟，哎呀，干嘛呀？各位，训练计划已经完成了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将要在看山闲峻进行为期10天的集训，任何人。 不准缺席。哎，听着倍儿专业哈。啊，哎，这就是职业车队的感觉。哎，小何，你下来再说一遍。开不开心？开心，开心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就不用靠修车来养车队了。太得劲了，太开心了，我开心死了，好吧？张弛呢？
啊，池哥，他好像去买奶茶去了。啊，快点！来，阿贤，你们的人跟隔壁机车修的不是打起来了，人都躺地上了。哎，怎么着？是赔车呀，还是赔钱啊？我这也坏了，真逗！我的车还坏了呢，赔钱吧，哥们儿。 赔啊！没说不赔啊！等等等等，行，哎，我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你给我，撞车赔钱，拿东西干嘛？废汽车吗，小弟？哎，你说谁不会汽车呢？睁着你小眼睛看看，这是中国最好的赛车手。铁哥，你又吹得不错，点赞。但是，这台车很贵，知道吗？ 怎么回事？看到个女孩，像个女明星，然后溜号的就给人家给怼。能修吗？修是能修，但不好卖。说吧，咱怎么解决？切就卖不出去的了，急了卖给你喽。好，多少钱？ 20万，你干脆抢得了。哎，大爷，看清楚了，美国货，他运过来都要3个月，切几嘞？运费40000多，20万赔你了。老叶，聊价。钱是有，但是都归花出去了。花哪儿了？机芯定配件花了130，房租水电都交完了。 哪儿还剩得下20啊？钱我们有，但今儿给不了你们，你们说怎么办吧？想耍赖是吧？谁耍赖了？我还告诉你们，今天要不是赔钱，你们一个人别想走。赔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撞了车就得赔钱？我没说不赔啊。给啊！没钱就少耍帅，谁耍帅了？怎么回事？ 小林总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您是我老叶呀。小林总，不好意思，你们都是飞驰车队的。对呀。哎，对啊，小林总，我们今天啊有点事情要处理，要不您先去俱乐部休息一下。俱乐部？这是撞车了。对啊。 最后的紧急刹车点就在这儿，左边这么空旷，为什么会撞上右边的摩托车呢？有人知道吗？看姑娘。姑娘。人呢？在那边。如果你是在看姑娘的话，那你应该正常的反应是保持不动。但你最后很有可能的撞击点应该是在这儿。 所以你大概率说谎了，你是为了躲避某个突然出现的物体，才突然打了右转弯吧？是吧？老叶，嗯，你觉得这个小林总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啊？是有点啊。靓仔，你是哪位啊？案件房源吗？柯兰先生，是不是帮他们还钱？那个摄像头还开着吗？ 查监控。戴维森，可以换个角度你看看。那这是我的狗仔戴维森啊！谢谢，谢谢你救了我的狗仔戴维森的狗命啊！
也谢谢您，老板，大人有大量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条狗仔是我前妻留给我唯一的念想。哎呀呀，你听我说，如果这条狗仔输了，我的天空就一片漆黑了。哎呦，大哥，你看看这我们这救了您家的狗，是不是？那刮花的车，您看见？大切记无所谓啦。 切记犯了可以修吗？能犯了也可以记吗？狗死了就没办法了。哎呀，兄弟，你看看，我给你包个红包，当做是医疗费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对对，大哥，不用了，你看我们这人没事啊。对对，人没事。那刮花的车，那咱就算了清了吧，是不是？抱歉，哎呀，一场误会。 小林总，我跟你说，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就觉得咱俩特别有缘，就像那好多年好兄弟一样。等我给你拿一好的。哎，坐坐坐坐坐坐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小林总，这个客气的话我们也不多说了，反正感谢你对我们飞驰的支持。我们呢送您一张我们飞驰俱乐部600块钱的代金券。啊，不必了。要什么代金券？ 他那个车经过我的手艺，破500.68。我这车破500.88。那是我造次了，造次了。哟，这哟，小林总，您这是？小林总跟咱呼应上了，这是新的赞助，真是明月照明月，英雄惜英雄啊！ 哎，张石快！我思考了很久啊，做了一个很慎重的决定。小林总这么喜欢赛车，我决定收他为徒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你可能误会了，我并不喜欢赛车。 赛车运动在国内依然是一个投入产出比很低的运动，而且水平也不高，基本上处于圈地自嗨的状态吧。它的可控性也很低，无法通过正常训练稳步进阶。你也不用收我为徒，我也根本没打算学。那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没有要讽刺你的意思，只是它在我眼中就是这个样子。就是我误会了。 你们聊，我正好看看车，你们先聊着啊。不是，小林总，今天我来是想说一下我们看山闲居的计划。经过我思商议呢，还是决定按原来的开发计划进行。这意味着魔鬼十九弯不能作为赛道使用了。之前是你当着媒体的面告诉我们，要把魔鬼十九弯改成赛道，让我们训练。发布会上确实是我一意孤行，单方面宣布了这个结果。 但是准确的说，那个人也不是我。不，在之前不都说好的吗？我这训练计划都做完了。对呀，我们的开发计划不能因此改变。还有，我发现前几天我的私人账户向你们打了200万，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情况？我说什么来着？得给我签一合同吧。这事儿还能后悔？你等会儿啊，拿合同去。 你看，给他看合同，白纸黑字儿。不好意思，这不是我的名字。您这就没意思了。哎，这怎么签的？这不张弛吗？啊！你怎么签别人名呢？太卑鄙了！本人和振东集团都对飞驰车队。 表示诚挚的歉意。
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这样吧。这10万是我们赔偿的违约金，打扰你们了。不，小林总，你对赛车感不感兴趣？想不想了解一下？就做完了，准备下山了啊。能坚持到下车再吐已经很厉害了。没什么的骄傲的。第一次就坚持这么久是条汉子。我是说你没什么的骄傲的。刚才34次转弯中你有4次偏离了完美走线。这说明即便是上届 CCRC 总冠军依然有超过1/10的机会失误。我对于赛车的判断没有错，这就是一项不可控的运动。哎呦，你俩别闹腾了，哎，回来了。回来怎么样，小林总，坐 CRC 冠军的车感觉怎么样？老叶，200万退给他，零件也都退了。小何，明儿训练不去那儿了啊，换个地儿吧。没问题。玉祥，哎，走，打游戏去。他倒说一轻声，房租怎么办？没事儿，最近咱接了点商务，还能应付过来。应付得过来，我先把拖车费结了吧。那就多谢大家理解。不送。爸，喀山闲居的事我都安排好了，明天就可以开工。小东，你真的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前段日子给大家添麻烦了，我回去休息了。
林振东，达喀尔知道吗？对咱们赛车手来说，那里就是勇气和毅力的象征。等我去完之后回来会告诉你，与征服未知世界的巨大成就相比，你的那些商业利益数据是多么的虚无可笑。我本来是想去那儿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想在那儿修条赛道，结果没想到碰见张弛带着林振东在那儿练车呢。看来这个林振东是真想给飞驰车队投资啊。魏总，你说这个林振东会不会下赛季成为飞驰车队的新车手？不会。但我看他这架子，这少爷要真想学车啊，那也会是我们万事车队的新人。他又不傻，选那么烂的车队。说什么你不也听见了吗？情况不乐观。我做梦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，当年万事邀请赛，也不知道他当时中了什么邪，非要跟魏千里杠上，跟他打赌，谁劝都不听。就是那次邀请赛，腿摔断了。就是那次邀请赛，腿摔断了。万事邀请赛，对呀。正式宣布飞驰车队正式解散，马上就到万事邀请赛了，我得赶紧穿过去。怎么回事？万事邀请赛，万事邀请赛。我昨天没觉得他有什么不正常的。哎，我也纳闷呢，一会儿出来跟他聊一下。哎，小东，过来跟你妈说一下。哎，不跟你客套，我赶紧去车队。哎，姐，你看着了吗？他以前就那样，他就这样的，你这回能相信我了吧？哎，这小子，终于让我抓住了。请进。魏总。
刚刚得到消息啊，飞驰车队没有报名万事邀请赛，你去给他们送邀请函，务必让他们参加。好的，魏总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什么情况？万事邀请赛你没报名吧？小林总，你怎么又来了呢？老爷，咱200万赶紧给人打回去。给他了。人家小林总是连签字都能耍赖的人，怕咱们也耍赖，知道吧？什么跟什么呀？200万打给你了啊！说什么呀？哪跟哪儿啊？都是，咱昨天不都说好了吗？你们往前冲，我给你们保驾护航，翻来又覆去的，你们几个万事邀请赛，你报不报名？到底报没报？你们飞驰可以，消息挺灵通的，邀请函没到，事儿先知道了。哟，这不万事新星吗？买阵风把你给吹来了。这不就是大名鼎鼎的在新闻里说要狂虐张弛，为千里千辛万苦栽培的，那个怎么称呼来着？你尿多。对，尿多。怎么着你渴啊？老爷，万事邀请赛。诚邀你们飞驰车队携新人车手参赛，还好他让我给赶上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回去告诉魏千里，这破比赛我不可能去，我不可能再上一次当啊！哎，拿走，拿走！干什么？怕了？我怕魏千里啊！提魏总你还不配，你是因为我要参赛所以怕了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怕，我怕给你弄出 PTSD， 我怕给你弄出心理阴影。我发现你还真是张弛铁粉，开的烂，说的话。怎么着？今天比一场去？哎，等会儿，那个什么多，他不是张弛的铁粉，跟咱车队也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俩要比，出去比去，别影响咱们车队做生意啊！孙宇翔，我踢死你，你信不信？我给你们投了200万，我还给你们修赛道，我跟飞驰没关系啊！你没良心吧你？哎，昨天你可是把训练场地给收回去了，对吧？你还说了很多关于赛车的一些缺点，记得吗？醒一醒，想一想，都说了什么？小何，你醒一醒，昨天咱不刚开完发布会吗？昨天？发布会那不前天吗？对呀、啊。行了，小林总，您跟他有恩怨，您上外边解决。不是不是，等会儿，整蛊啊，整我呢，在这儿，什么昨天前天的，昨天，对呀、啊，这不今儿周三吗？对呀、啊，今儿周三呢。今儿怎么周三呢？那周二去哪儿了？问谁呢？我周二呢？我周二呢？我周二没了！我周二没了！别呀！哎呀！不过对于这块地，我确实有规划。啊，我知道，那个观星主题度假村嘛，3年以后发布会啊，就按之前的说，好好准备准备。哎呀，林振东啊，你可真行啊，林振东啊！方向盘在手中，握紧又放下，侥幸细胞我蓄势待发。要出发，我引擎声清晰，像点燃的火花。这一次该我决定，我自己想要去哪，就把能量聚在我脚下。谁能告诉我该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时候？不想待在角落，感受过蜕变之后，要逆风的自由，就跟上我的节奏，哪一道能抢得到我？如果只问属于结果，这战斗是我要较量我。如果能把那心跳声甩在身后，轰鸣中。
勇气来发号指令，梦想做我的轨迹，看我肆意的飘逸，冲撞着下一个奇迹，谁的旨意都无所谓，加速这个高分贝，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一直向前，绝不后退。不用谁定义我该往哪走，我要向着终点走，不用谁定义我哪天该成为某某，享受你风对我，就算它没有尽头，也没有理由让我收手。前方的野火。